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，有一个时间停留在11月24日的男人打输了选战份而提起验票。我们要这个提出选举无效的诉讼。花了400多万元，结果重新计票之后的结果，那这个图就比较明显一点。他们的结果呢是577096还有580663。还找到了这张终极废票。到其中一张的时候，不知道哪一个很可爱的选举人，他居然自制了一张王世坚的彩色照片，自己粘在五号的后面，还拿了我们的选举章在上面把它给硬生生的盖下去，所以六号有照片一张。就在今天，这位不服输的男人选举无效诉讼在北院开庭。大家很明显就知道我是受害的。先不管最后结果如何，网友提议让在这满街叮叮当的平安夜，让叮叮当一晚市长当做他的耶诞大礼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响亮，带给你好运当，快乐又逍遥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响亮，带给你好运当，快乐又逍遥。别忘了，市民还送了1000多万的大礼，支付截至目前为止重新计票产生的费用。丁丁，别忘记，人除了要有毅力之外，还要信守宣誓的诺言。我们用宣誓的笔数，行为定所中。